针对你的学生证上面的3月7号门票，iPhone预售，可以麻烦你帮大家解释一下吗 ？OK， 现场的媒体还有现场的贵宾，大家好，大家午安。明天从明天的12点半以后，然后全省到全省的 Seven Eleven， 然后 iPhone 就开始卖我们义大犀牛主场的门票，然后希望大家能够来进场为我们加油，这样谢谢。 哦，明天3月7号12点半，那个全省 Seven iPhone 开卖哦。那请教国队长一个问题哦，去年的菜鸟日哦办得有声有色，大家都很疯狂。请问今年你有没有继续可能针对这些新进的球员再办一次菜鸟日呢？今年一定会比照我们的传统继续就是办这个菜鸟日，但是至于服装啊，然后地点，时间我们。 现在还不能公布，然后因为不在秘密的进行中，所以希望大家拭目以待。金龙队长。